些时候你怀念从前日子，可天真离开时你却没说一个字，你也只是挥一挥手像扔掉废纸，说是这些成长的过程的事，就和他几分却又感觉怅然若失。镜子里面进入到全国时间人生终点，或许再过上几年你也有着虚伪的脸，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？这问题来不及想，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。你我来自湖北、四川、广西、宁夏、河南、山东、贵州、云南的小镇乡村，曾经发誓要做了